what are you doing here? You know MAO Livehouse too? Well, that's obvious. It's a pretty famous name, named after the great helmsman himself. That's right, Chairman Mao. Now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why is a bar named after a politician? Well, it's not just any politician, because according to the owner of this bar, all revolutionaries are rock stars. And if you think about it, Mao Zedong is also the first modern icon of China. And today, right now, right here, we're gonna see a band that I think is revolutionary. They're independent, they produce their own CD, they finance their own tour, and now they're right back here at MAO Livehouse to play for you guys, right here on the soundstage.你说我的这个音乐风格偏武当，我的那个音乐风格偏少林寺，OK，那你还是少林寺，还是武当，所以我们没有分割。但是现在有一个词，你必须得告诉别人，就是独立。我们肯定会拿那个混音十四的那个宝石，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更有力量，你变得更圆滑了之后，更圆润了之后，我觉得就没有自己的力量了。你只是做给别人看的，我觉得这是独立的一点。 挣的就没有钱，但是有一次给了我们十块钱，演完之后十块人民币，然后我们高兴了，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可以继续做下去。困难就是 money， 就是钱，对，然后好处呢就是我们可以特别的自由，我们想选任何一个录音的地方。 你都可以去到达，去那试，试完之后我们觉得不行 ，pass 掉，然后再去另一家，这是没有团体，就没有公司啊，没有什么厂牌去限制的，我们是一直在找，找到那个对的人、对的地方，然后 OK， 开始。比如说，突然排一个歌，觉得非常好听的，特别美，美得已经一塌糊涂了，然后 OK， 摔碎，再把它粘起来。不是说它美了。 因为这个美的这个点，它永远是，比如说一直停留在这个点，它就是美的，它是美，但是不够给你惊喜，给你舒服的另外的一个东西。我们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就是意外不可预知的快乐，就像我们喜欢巡演一样，因为喜欢巡演最迷我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到下一个城市，你不知道下一个那个城市是什么样的。 人群在等着你，在什么样的设备在等着你，什么样的住的一个地方在等着你。我说的不可预知是，在音乐上我们要做一个特别好玩，我们认为是特别独一无二的东西，但在生活上我们特别正常。No， 或者是他几乎每天都是疯狂的，要标榜自己我是摇滚，我几乎每天我都要疯狂，因为我摇滚。No， 这样我觉得我这样是不行的，我这样试过，不行，他会弄掉我很多。 坐下来，想事儿就真正的去思考一件事情的时间，它让我不稳定，它让我沉不下心来，它让我想不了认真真的做一件事情或想不了一个事情。我觉得就是音乐是可以，生活也是可以，不能把它混为一谈。我觉得做一个，不管是音乐人也好，还是艺术家也好，我觉得啊，就是他需要一个自我膨胀的心。 可能现在是不是我们最强大的、最完美的？但是我们在找这个最强大、最完美的这个时间和距离，它也是一种态度，它也是一个画面，它也是一种声音。就是我们的歌表达的，基本上还是算是很阳光的，没有一些涉及到政治啊、各种肮脏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在讲，你要看得开，你要豁达，你怎么都是这样，你何不如？ 把你的力量完完整整的释放完，或者是把你的力量聚在一起一次释放完。比如说你有一个感觉，我有一个感觉，但是你感觉不到我的感觉有多么的好玩，你也感觉不到，我也感觉不到你的。但是我现在成为一个表演者，我有一个乐队 ，OK，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告诉你。如果你接受了，我觉得会对人有帮助的。如果你没有接受 ，OK， 那你就看我一眼就可以走了。
天的文字，轻轻钉在你最温暖、最柔软的地方。宁死不放开，宁愿受伤害，因为冬天已经到来。青春不常在，抓紧时间去恋爱，去等待，去伤害。道路两旁的树荫，也会因为我们的背影去变换，去暗淡。Run,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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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